在二手半导体设备市场中， Surplus Global 是一家具有丰富的营销能力、以客户为中心的经营理念以及引领市场的全球化企业。全球二手设备市场领导者 Surplus Global。Since the year 2000, we Surplus Global have sold more than 15,000 equipment worldwide, more than 40 countries. Currently, every year we purchase more than 1,000 equipment and we sell more than 1,000 equipment. Especially in semiconductor secondary equipment market, we are ranked number one in the world. We are trying to do our best to provide one-stop platform to our customers. Surplus Global 主要经营半导体前道、后道、LED、Display、太阳能光伏、医疗等在电子行业以全面的专业性为基础。我们和全世界前50大半导体企业保持着良好的业务关系。通过二手设备一次性整体收购和分批销售服务，帮助客户实现资产最大化以及业务耗费资源最小化。通过丰富的大型收购项目经验、全世界采购网络系统和独特的再次营销方案，为 NXP、Cyplus、东部等全球知名半导体企业提供了顶级的设备销售服务。除此之外，我们还提供二手设备租赁、价值评估、物流支援等多样化的解决方案，为实现更加合理高效的交易而努力。另外，我们还在运营着在线二手设备交易市场。当然 ，Surplus Global 的1500台以上设备信息可以随时在线确认。全世界所有的二手设备都可以免费登录到在线交易网页上。以客户为中心的最优解决方案。实践证明 Surplus Global 具备承担大型项目的能力，而且秉承着正直的态度。我们始终把对客户的约定放在首位，通过多样化深层次的解决方案，使客户资产价值达到最大化。为了达到以上目标，我们在世界最大规模约28000平方米的恒温恒湿仓库及700平方米的无尘室中保存着1500多台的二手半导体设备。 Surplus Global is continuously working on many projects with a worldwide network of semiconductor companies. Our facility provides valued convenience for our customers. They have the ability to audit and inspect various models of fab-wide process equipment stored in our clean room under temperature and humidity control. 另外 ，Surplus Global 参加了在8个国家举办的 Semicon 半导体展会，这是我们有机会加强与全球客户之间的关系。通过跨国企业文化取得最强竞争力。Surplus Global 总部设立在韩国，并在美国、中国、台湾地区设立了海外公司。这可以让我们更加迅速地响应海外客户的需求。通过高水平的专家及业务能力，为客户提供最优的解决方案。为了发挥个人的最大潜力，公司以人才培养为根本。在公司内，平均到每个人的销售额、每个人的购买书籍数量、每个人的海外出差次数等，和其他跨国企业相比都毫无逊色。另外，办公桌的摆设、公司内部相互以英文名字相称，都是为了使公司能够更快地制定决策。Surplus Global
不会仅满足于做二手半导体设备行业的第一名，新的领域也在不断挑战。二手设备解决方案 Surplus Global。